哎，各位乡亲父老们，大家好！假面骑士飞是要来啦！来到 BQ。喂。Sorry，你电视声音开小声一点，你这样会吵到别人哦。没有啊，有很大声吗？有。我现在在用手机，我现在是在用手机，不是看电视。我让你手机声音啊，你不要开那个声音，不要开那么大，也不要开太亮。你玩一玩，你要你们手机玩20分钟要休息哦，不然你今天去刮刮一次。我跟你讲，你明天如果出去，你自己要带那个厚的外套哦，不然你骑机车会冷，不能感冒。你没有听到？因为骑机车很比较冷很多哈，知道。啊，你带着会，你骑起来，如果你去教会会热的话，你再脱掉哈。嗯。好了，乖一点哈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没事，大家不要急。哦，刚才是我妈打来的，不要理她了。接着来玩这一关呢。他说的那些，不重要，对，不重要。嗯，我是基于 Charles 的正体。铁齿龙的首领，现在我要为铁齿龙献出恶魔的身份。我恶魔的身份，你可别惊呆了。我这一次会把 Lightning 意识给灌满他的肚子。什么博士局？这一次，如果你再失败，没打败莱达夫斯利的话，那就准备，被我给吃吧，知道了吗？我们要为铁丝龙发誓啊！这是我们铁丝龙的敌人，其实威斯利。现在，威斯利陷入了最大的危机，也就是假面骑士威斯利最可怕的敌人博士局要变成龙虾了。给我把它找出来，我让它吃饱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不是狙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来吧！阿嘎，战斗员会打倒你的，风镜之昂！当当当当，冲！冲冲！该死，震动！先变身好了，不让我变身。天性 V 3，哼，冲冲！噔噔噔噔噔。来到 VC， 看看我真正的龙虾身份吧。嗯，哇，蛤蟆，蛤蟆，哼，嗯，渴望的博士君，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啊！我现在可是蝗虫啊，早就要把你给吃掉！哇、啊，哎呦，哇，痛，痛，哎，啊，我要用飞踢打倒他了，白痴哦！对，我现在没让你吃，真抱歉。但是我们铁丝会继续繁殖下去的。铁丝，万岁万岁，发大财万岁！
他死了。铁石飞碎，是铁石龙烧毁。我是预算死了，但是铁石龙竟然有新的大干部了。哎，新大干部，对，大干部，义军啊。等好了，飞碎，我们将会把你打死的，骑士飞碎。次回预告，下一集魔女出现，这一局将会换成三个剧场，而骑士一号、二号复活了，下一日本将会我。假面骑士 BC 复活的三位金城武骑士。